各位大家好，我现在人是在查拉丁 Camper Unite。原来这个是新的营地啊，大概是开了不超过半年，所以是蛮新鲜，但是人潮已经是非常汹涌了。它这里总共是可以放27个帐篷，你可以在直接在海滩上面 camping， 或者是你在里面。我这次就是和我一班中学同学一起过来 camping， 全部是有家庭的，全部带小孩子过来，所以我们是选择在campsite 里面。就是说它是有围住的篱笆。 Camper Unite 它是做 quality 的啊，不是 quantity 的，所以它是 limit 到27个的 tent， 27个的帐篷。如果你一定要坐在海边的话，你就要早一点 booking， 价格是80块一天。来，我给你看一下他们的 facility 有什么东西啊。你看这个是雪柜，其实它不是一个雪柜，好像这个 Model F40 这样，表面上是一个大哥电话，但你看到这里有一层白金属网膜，实际上它是一个收跑来。它是一个 power station， 里面你就可以插电啊，自己带插头过来。还有另外一个雪柜，这个也不是雪柜，这个是放 first aid kit 的。这个 model 91表面上是一个收跑，实际上它是一个风筒来。因为这里有海龟啊，还有水母，所以它这里会有先带有一些醋啊 ，first aid， 零食我不懂谁放的了。下面也是有一点点 first aid 的东西，这些东西这些都是公用的。啊，这个是 left back corner， 很多这样 left back corner 了。有三个地方 ，Lebak Corner， 然后厕所。因为他的意思是说，他为什么不要这样多个帐篷的原因，他其实他地是非常大啊，我看至少可以应该60-70个帐篷都没问题，但是他就是里面，原因就是他厕所，他厕所比较里面就三间吧。来带你们看一下厕所。厕所是男女公用的，就比较普通的厕所了，就是有冲凉，有上厕所，非常简单。洗手盆，还有就是先要洗脚才可以进来，先要洗了脚才可以进来。Outdoor 的 shower 也是有的，所以你变 outdoor shower 冲凉过后才进来。卫生是非常的干净了，因为它是脚脚过才可以进来。来，给你们看一下这个 outdoor 的冲凉地方。所以你们去玩了水过后，就来这里先冲了两天，才进去冲。因为不要把太多沙，把太沙带进去，因为它一下子冲了过后，就是全部人都比较麻烦。我们这一次是七个家庭啊，1、2、3、4哦，对，我们这次是七个家庭一起露营，所以我们是包完了这个露营区，所以我们可以要做什么都可以。所以啊，车基本上是可以 park 进来，
没有问题的。所以我车也是放在我的帐篷旁边。如果是你只不能包完整个场的话，就他也是有给 parking 的地方的，看一下旁边 parking 的地方。我们这个营区是和旁边的雪莉是一起 share 一个 parking， 所以我们帐篷 park 的时候就不能放到太过处，这是马路，不能放到太过处，这样不要影响到他们的 parking 就可以了。Campsite 是和旁边那个雪莉是同一个 owner 的，所以他们的 parking 是 share 在一起。今晚会有 campfire， 到时候我再补一点画面给你们看。还有晚上这里是可以看到海龟的，所以是非常适合带小朋友来体验一下这个露营，是非常有趣的。来看一下我朋友的童心未尽的玩风筝。后面还有这样大片草场，全部是可以 camp 的，但是营主就是讲我坚持27个帐篷。这里也是宠物可以带过来的，猫啊狗啊都可以来，你可以来在这里跑啊，没有问题。Go， 这里有些家人不能 camp， 但是你也想把它带在一起的话，你就可以选择这个营地，因为它旁边就是雪莉了，所以你们要 camp 的就 camp 在 campsite， 他们不要 camp 的就可以住在旁边的雪莉。今晚也是会去钓鱼，但是如果你看我没有把钓鱼的片段放出来，你就懂为什么了。OK 了，影片就到这里，我们在下个视频再见。OK， 拜。喜欢这影片的，请按赞、订阅和分享。现在去看那个海龟圣诞了。